著名演员刘晓庆与天津人民剧院联合主演的大型舞台剧《武则天》北美巡演新闻发布会近日在洛杉矶工业市举行，演出将在洛杉矶、旧金山、西雅图等多个城市演出十场，洛杉矶场次将于2月26日在帕萨迪纳剧院倾情上演。有关演员的行程，主办方负责人介绍说，他们这次过年呢，也就配合这次演出呢，过年是回到旧金山过年的，我们就当回娘家一样。那所以他这前面十天呢都在旧金山，从昨天开始呢，我们就开始准备巡演了。此次大型舞台剧《武则天》是著名演员刘晓庆继2014年舞台剧《风华绝代》大获成功后上演的又一场舞台大戏。刘晓庆领衔与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联合演出，该剧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演大获成功。对于我这样一个电影电视演员来讲，排舞台剧的机会我相信是越来越少，而且我这样一场一场的亲身来演的机会更加会少。刘晓庆曾在1995年主演电视连续剧《武则天》在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播后引发轰动，本次将再度饰演武则天，为美国民众呈现一场视觉盛宴，敬请期待2月26日在帕萨迪纳剧院的倾情演出。 Asian Media 在工业市的采访报道。